嘉义有个地灵人杰，人文荟萃，民风淳朴的地方。他过去有个令人难以联想的名字叫笨港，而今日我们则称它为新港。走在新港的街道巷弄间，不经意的都能发现古厝古迹的踪影。或许就是因为新港乡是个拥有历史的聚落，所以总能散发出一种不疾不徐的小镇气息，令人感到古意盎然，韵味十足。Hello， 阿长。我刚刚在路上还在苦恼说，来到新港这地方我很陌生，从来没来过。然后可是想说，幸好我有跟嘉慧有认识，对啊，想说来那个游客中心这边找嘉慧就对。对啊，可是我刚刚在路上我还发现说，你们这个游客中心这边这个建筑很特别。对，其实这是有它的那个历史背景的，因为这边其实是以前的台糖的旧宿舍。那这个宿舍而且这个宿舍不是一般宿舍，是站长住的。还是站长的宿舍？对，他是站长的宿舍。然后那个前面的位置其实就火车站，然后站长就住在这边。然后他其实是1911年的时候，就在日据时代的时候就盖了这一个车站。然后他除了运蔗糖之外，载甘蔗之外，他还载客。对啊，然后慢慢的就是说，在1982年的时候他们就停驶了嘛，然后这地方就没人用。后来乡公所就是说，其实，有这么多游客到新港来，其实他一设一个游客中心，就是提供游客方便这样。这就是我们现在很流行所谓的老建筑赋予新生命，就是这样当游客中心真的蛮适合。那你刚刚说我们来研究一下这地图，就坐着点好的，了解一下这。对啊，好，坐着给你做解说。新港北港分不清，原来只隔一条北港西。要不是先看地图，我还真是傻傻分不清。刚刚我跟嘉慧讨论的结果就是，我们想到最省力又最舒适的方式，就是我们这个骑单车游新港啦。来，你先出去。而且啊，嘉慧说我们来游客中心借这个单车是不用钱的哦。对啊，我们乡公所为了服务游客啊，所以放心来借，只要有证件就可以了。真的太棒了。嘉慧现在就跟着你出发吧。对啊，走啊，走。然后你看前面不是看到白色的建筑了吗？对啊，然后这是以前的。我骑着单车来到新港街上，不知道是不是我太聪明还是太偷懒啊，这骑单车穿梭在充满历史韵味的新港街上，我的心情可就像是单车的车轮在滚动般一样雀跃。就这样滚的滚的，我和嘉慧来到也是靠滚轮子的火车头前。但对新港人来说，这火车的意义可就不一样喽。阿超，你不要看这个火车这样看起来现在有点老老的旧旧的。其实这对新港人有非常大的共同记忆，因为以前他们小时候一定要搭这个火车到嘉义市上学啊、读书啊，或者去外出工作啊，回来的时候必须靠这个火车。所以说新港以前他们对外的交通其实是靠火车。对。然后除此之外呢，你知道这里面有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跟妈祖拜拜的时候要来新港，一定要从嘉义市搭这个火车。也是要搭火车。对。真的。对啊，然后他们就会回忆说，小时候他们只要有时候家是住在铁轨旁边，只要听到火车的声音书包一背，冲跳上来，还来得及到学校。对啊，所以以前很多人其实他的生活跟火车是息息相关。所谓睹物思情，重温旧怀，我想这就是嘉慧来到火车头边的心情写照。那至于面对未来呢？嘉慧说不如就到新港乡的信仰中心奉天宫，祈求天上圣母妈祖的保佑吧。看看我这么虔诚的模样，想必妈祖一定会听到我的祈求。
哎，这拜完之后不是往门口走，怎么又往楼上爬嘞？哇，到了到了到了！哎呀，你看。哇，哎、欸，你们可以看到整个新港的那个街道有没有？哎、欸，真的哎、欸。对啊，然后难怪说我们奉天宫是我们的这个新港的信仰中心，它所在的位置几乎也是在我们新港的中心的。对，它刚好在整个新港的最中间的位置。阿超，你知道吗？我们新港哈最热闹的时间哦是每年的四月。哦，就是那个妈祖绕境的时候，对不对？哎，对，聪明。然后你看那个时候哈、哦，整个新港有10万人在这个新港里面。嗯。然后呢，这两天里面呢，就是吃啊、睡觉各方面都不用钱，就是你沿途你肚子饿了就有地方可以吃。哎，真的就是那时候就是整个就是大拜拜，就是对对对对对对、哦、那种盛况，就是妈祖生日，大家都对。然后所有就是那种信仰妈祖的人，他都会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感觉到那种整个是那种宗教的那个气氛就很浓厚这样子。你看，这就是虎将军。哦，对，然后我们先跟他打招呼。对啊，然后其实大部分的虎爷啊，哈，他其实供奉的位置，你看我们去拜庙里面，他都是在桌子底下。可是他新港比较特别，就是说当时妈祖从古笨港那边搬过来的时候，然后那时候妈祖在这边还没有家，所以他就借住在那个虎爷跟土地公的那个房子里。然后住了十几年，然后等庙盖好之后呢，反而那个土地公跟虎爷的家，他被拆掉，所以妈祖就觉得说，你曾经收留我，那我现在就让你永远住在这里。哦，原来这大家都在供桌下的陪侍神虎爷，没想到在新港的奉天宫内地位可是大大的不同。当然，在奉天宫这三级古迹内，除了虎爷外，还有一个台湾的民俗艺术是不得不欣赏的哦。哎，佳慧啊，我还要奉天宫，我发现说我们墙壁上有这个很特别的这东西，这是不是就是交趾桃？对呀、啊，变聪明了哦。哦，哎，我来到新港之前，我有先做功课，说我们这个交趾桃的原乡就是我们新港这里，对不对？对、啊、而且你刚好看到这一堵，它这个是将近100年的作品。这个有100多年的历史、啊。对对对对，这是大概1911年，他完成的。嗯，跟我们的铁路是同样的年纪。哎，那我看着这个作品这样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啊？我们讲这个最简单的哈，你看这是一个花瓶，对不对？它上面是什么？牡丹花嘛。嘿嘿。所以这个意思叫做平安富贵。哦。牡丹就是代表富贵，所以就是说我们庙里面就常常就是有很多处处都是有那种祈福，有给就是一些祝福的东西，就是像这样交趾桃里面也有，也是这样的意涵。不过就在我们离开奉天宫时，刚好遇到苗栗的进香团前来进贡，这种台湾传统的宗教活动实在很难让人不得不停下来观看一下。两排有没有那个有一个长长的那个乐器？嗯，对，那个其实他们就是在告诉对方跟这边的，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要正面相对的时候，或者说我要出发的时候，他们就用这个哨脚去传递这样的讯息。哦，哎，这感觉就很像说你到别人家做客拜访啊、哦，要跟人家先打声招呼，要进去你家了哈、哦，那种感觉。然后也同时跟他的信徒说，我们接下来的动作要做什么。哦，所以大家就会用这样子的过程，慢慢的，就是你看队伍很长，每个人都知道他们可以做什么、嗯，每个人都扮演自己的角色。对对对对。
我想对于很多台湾人而言，这信仰活动不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吗？就在众鼓齐鸣的气氛下，我看到台湾人虔诚的一面。信仰给人力量，给人希望，庙宇的信仰早已成为台湾人的精神寄托，不可分割。